辛苦了，下班辛苦了，下班辛苦了，谢谢，感谢，我们都自分离难了哈，谢谢，感谢啊。咱直播即开，今日咱社区，咱无包桥卡，无包哦，来一场清气的山谷，国民党啊，即集中来对社区，走到咱的教育、咱的文化，啊，个咱在地的历史，希望呢会当加油来介绍咱推荐咱在地的故事呢，来予人知影咱在地有啥物故事，希望会当介绍予外地的人知影，来遮来佚佗，来遮来观光，带动咱在地的经济。谢谢大哥，你好，交大交通，谢谢，感谢哈。那希望当金主，咱的电影、偶像剧的来咱家来拍摄吼，来拍摄，谢谢，感谢吼，来更加侪人来了解，来知影咱在地。予咱台湾，予咱国际的加侪人知影了解，咱的桂林、咱的林地、咱的官庙，啊，搁有咱的龙井。希望各位乡亲、各位时代，予咱在地国民啊一道机会，予咱在地国民你来起议会的机会，做伙来改变咱即卖政治环境、政治心态，咱就对清气的选举来开始。谢谢，感谢国民江国民吼，国民江国民。啊，伫遮嘞，搁有咱的中西区、北区。哦，3326，谢谢你，感谢哈，3326，我们的屏聪也来了，啊，过来呢，中西区、北区的江明聪吼，啊，过来英孔区的屏聪，江屏聪哦，希望各位乡亲、各位时段，我们三个全力打动你来渔科老弟，多谢东船，为咱在地来发声，为咱在地来求进步，谢谢，感谢哈，你好，谢谢，过敏刚过敏了吼，谢谢大姐，谢谢吼，319大姐，谢谢，感谢。哎，你好，国民江国民哈，国民江国民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。你好，国民江国民哈，谢谢哈，谢谢，感谢哈。各位大姐你好，谢谢，跟谁哈？跟谁啊？谢谢你，谢谢，感谢哦。哎，你好，国民江国民哈，国民江国民，咱希望会当一步一开，来介绍咱在地的文化，咱在地的故事，和更加侪人来了解，知影咱的桂林，咱的官庙，咱的景点。谢谢，感谢哈，那希望加油，咱推动咱在地文化之尊。谢谢，感谢哈，126的妹妹，谢谢你哦哈，谢谢，感谢，你好，谢谢，希望买单，哎，谢谢大哥，感谢哈 ，B B 五听到，谢谢，感谢，嘿，你好，点点头，感动在心头，0319的大哥，谢谢哈，感谢，国民江国民，谢谢大姐你好，嗨，多妈妈好，谢谢，感谢哈。嘛，希望加油！咱在地文化，咱在地故事，来争取更加侪电影，啊，个咱偶像剧嘞，来咱在地来拍摄，拍摄吼，来翕，哎对，来拍摄吼，谢谢，感谢吼，希望各位乡亲、各位士大、各位大哥大、大哥，谢谢哈，感谢阿里，谢谢哈，谢谢，感谢，国民江国民哈，谢谢，感谢，大哥你好哈，谢谢，感谢吼，点点头，我们感动在心头，谢谢，感谢哈，大哥，感谢。国民江国民吼，谢谢，感谢吼，谢谢哈，感谢吼，感谢，谢谢哦。希望咧，会咱加油，咱青年的力量，做伙来改变咱即卖大环境。即卖咧，咱大环境咧歹啊吼，咱不管做啥，做生意无好，找工课嘛歹找。咱青年的议题，希望买当互咱在地青年到机会，你来试机会，改变的机会，做伙来改进，求进步，改变咱的大环境。拜托，拜托，谢谢，感谢。谢谢，感谢大哥辛苦了，下班辛苦了哈，谢谢，感谢哈，国民江国民哦，国民江国民呢，国民啊呢，今晚来参选呢，起源，才出足大足大勇气来参选，希望各位乡亲各位时段，会当认同咱国民啊力量，国民啊理想，希望咱做伙来改变，来改变咱今晚的大环境，啊，搁有滴咱社区求进步，谢谢你好，国民江国民，谢谢，感谢。感谢哈，国民江国民，谢谢哈，谢谢，感谢哦哈，哎，你好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，谢谢，056的哥哥好，谢谢哈，感谢哈，哎，大哥你好，谢谢你，感谢哈，国民江国民哈，大哥你好，谢谢哈，国民江国民，谢谢哈，头前有车谢你哈，头前有车谢你，谢谢哈，谢谢大哥辛苦了，谢谢，感谢大哥辛苦了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哈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大哥好，伯伯好，谢谢哈，你好，谢谢，感谢国民江国民呢，阿加兰的和平友，英孔区的品聪江品聪阿哥，
啊，搁有咱中西区、北区的民众、乡民众诶，今仔日咱伫咱诶街头遮来向大家来宣传，来向大家来介绍咱家己，希望各位乡亲、各位士大，互咱台湾民众党、民众党诶朋友啊，拢有到一道机会，你来市议会诶机会，你来市议会机会，做伙来冲，做伙来拼，改变咱即卖诶大环境、大环境，即卖大环境两礼拜，咱一步一卡印，做伙来改变，谢谢，感谢。谢谢感谢吼，那希望会当加油，咱的经济问题咧，啊，佮有咱青年议题问题，互咱的大环境更加好，头路好找，啊，佮有生意好做。即马通膨吼，通膨甚物拢起价啊，希望咧各位乡亲、各位士大做伙做伙，互咱在地的青年一来一回，将咱在地的声音，大哥谢谢你啊、哦、哈，谢谢，将咱在地的声音带一来一回来底，向咱的市政府，大哥谢谢你，谢谢，向咱的市政府提出建议，向咱的市政府提出改变的方。谢谢大姐，你好，谢谢哈，谢谢，感谢啊，提出改变的方式，予咱在地会当更加进步，予咱的社区嘞会当更加，谢谢感谢哦，会当更加进步，谢谢感谢。你好，国民江国民，下班辛苦了，你好，谢谢感谢啊、哦、哈，国民江国民议员投给江国民，谢谢感谢。你好，谢谢啊、哦、哈，谢谢议员投给江国民哦，江国民。台湾到好咱的国民啊吼，谢谢感谢，你好，谢谢感谢哈，谢谢，哎，1935帅哦，谢谢感谢哈，议员投给江国民，咱的国民啊，咱在地国民，江国民不是正二代，嘛不是富二代，谢谢感谢，咱一波一卡赢，谢谢你，谢谢0056大姐，谢谢哦哈，谢谢感谢0595大姐，谢谢，谢谢你，感谢，谢谢。谢谢，哎，大姐，谢谢哈，点点头，我们都感动在心头，谢谢你，感谢哈、哦，谢谢，我们三江哈、哦，三江，我是国民，江国民，谢谢，你好，你好，谢谢哦哈、哦，你好，谢谢哈，谢谢，听完了哈、哦，281的大哥，谢谢哈，哇，问江多爱，辛苦啊哈、哦，谢谢，感谢哈、哦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哈、哦，谢谢，辛苦了，大哥辛苦了哈、哦，谢谢，感谢，国民江国民哈、哦，国民江国民，谢谢。大哥你好，谢谢哈、哦，谢谢，感谢啊，谢谢。下班辛苦了，下班辛苦了，国民江国民哈、哦，国民江国民，国民江国民哈、哦，这摆来参选咱家的市员，咱领导桂林官庙永嘉市员，希望呢，就咱在地的声音，早日来市议会内底，来向咱的市政府来提出建议，向咱的市政府提出计划，来改变进步咱在地。谢谢，感谢哈，谢谢。咱改变咱的大环境，希望诶，咱青年大哥你好，谢谢哈，感谢。咱青年呢，会当头路好找，生意好做，希望来改变。谢谢，感谢吼。国民人呢，不是正二代，嘛毋是富二代，希望借由咱青年的力量，一步一卡印，对社区的基站行出来。谢谢，感谢。谢谢，感谢哈，谢谢，感谢。感谢大姐，下班辛苦了，谢谢哈。国民江国民吼，咱三江 ，Hello， 你好，谢谢哈，谢谢。咱三江吼，够咱永康区的平冲江平冲哦，啊，够咱中西区北区的民众江民众哦，咱三个伫遮来向大家来宣传家己的理念，来介绍咱家己，希望各位乡亲、各位士大，谢谢大姐，谢谢啊、哦、哈，大哥，谢谢，辛苦你了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。希望各位乡亲士大，各位朋友咧，和咱在地的青年，和咱青年的力量，会咱来市区内底，这个来改进，这个来改变。啊，国民诶，嘛将咱社区营造的理念，早日来咱的政见内底。例如讲，咱即马青年的议题，青年的议题，即马厝价遮尼悬，要安怎咧？啊，佮咱的民众遮佫是一个两个恁奶的爸爸来倾注的问题咧，嘛会当来提出。希望借由咱遮。有经验的人，啊，佮有咱真真正正咧做代志的人咧，在市议会内底，向咱市议会，向咱市政府，大哥谢谢，在笑哦，谢谢哈，感谢，看到了哈，谢谢，向咱的市政府提出建议，谢谢，感谢，向咱的市政早日来咱的社区内底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，辛苦了哈，小心哦，下班辛苦了，谢谢哈，谢谢大哥，谢谢你哦哈，谢谢，感谢，国民江国民你好，谢谢哦，谢谢，感谢哈。大哥你好哈，谢谢哈，国民江国民哈，国民江国民，谢谢感谢哈，一人投给江国民，谢谢感谢。国民啊，伫遮向大家来请安，来向大家来问好吼。即摆咧，我来参选咱遮的市员哦，希望各位乡亲、各位士大，大哥谢谢你，感谢。
谢谢，感谢国民江国民哈，国民江国民议员投给江国民，谢谢，感谢你，谢谢。国民江国民哈，国民江国民，这摆来参选咱这市员，谢谢，感谢哈。希望从咱在地的声音，在地的未爽，在地想要讲的声音，在意来咱的市政府来的，谢谢，感谢哈，谢谢。哦，0826，谢谢，感谢你，谢谢。谢谢，感谢大哥，你好，谢谢，感谢哈，国民江国民哈，国民江国民哈，国民江国民，这摆来参选咱家市员，谢谢，感谢哈，谢谢，感谢，挥挥手，我们感动在心头，厉害厉害，感谢啊，你好，你好的啦，谢谢，感谢国民江国民，各咱的好朋友，大姐谢谢哈。品聪，江品聪，丁坤区的品聪，江品聪，阿哥 ，Hello， 你好，阿哥，咱中西区北区的民众，江民众，哎，今天我们一起站在街头，用青年的力量，青年的声音，来宣传咱的力量，来介绍咱家己，咱不是富二代，也不是正二代，谢谢，咱一步一脚印，打理咱的社区，来听咱社区的声音是啥物，希望各位乡亲，各位士大。给咱在地的青年一道机会，你来起机会的机会，这回来改进，这回来改变，咱这回来改变咱的大环境。咱无白条卡，无挂号，无开大钱，来这场清气的选举，才会当来改变咱即卖政治环境，啊，佮有政治生态。因为好的政治环境，就是对清气的选举开始做起。所以咧，各位乡亲，各位士大，给咱在地的青年一道机会，给咱在地的青年你来起机会的机会。谢谢，感谢。大哥，感谢哈，听阿班的，超级五千，谢你哦，谢谢，感谢哈。你好，谢谢国民江国民哈，国民江国民，谢谢国民江国民，你好，谢谢哈，国民江国民，谢谢，感谢国民江国民哈，谢谢，感谢议员投给江国民哈，谢谢，感谢哈，谢谢你，感谢哈，谢谢你，感谢国民江国民，国民。江国民吼，一摆来参选咱这的市员，希望各位乡亲、各位士大，和咱在地的青年，谢谢，感谢你，谢谢。哎，大哥开下完嘞，谢谢哈。大哥开下完嘞哦，哈，谢谢，感谢哦，哈。上班辛苦了，谢谢，感谢，拜拜。谢谢，感谢，挥挥手，我们感动在心头，谢谢哈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台湾民众党，这一次第一次来参选市议员的台南市议员的参选人，谢谢，感谢哈。有咱英空的好朋友品聪江品聪，啊，佮有咱的中西区北区的，你好，谢谢哈，中西区北区的民众江民众，啊，佮有我林德桂林官庙大哥你好，谢谢感谢哈，林德桂林官庙勇敢的参选人国民江国民，这摆提出足大的勇气的来参选咱的市员，谢谢感谢哈。谢谢，感谢，谢谢，感谢啊，谢谢，哎，怎么到对面了？谢谢，感谢，对不起，谢谢，感谢 ，Hello， 国民江国民，啊，过来，你好朋友底下向大家来宣传，向大家宣传，谢谢大哥，你好，国民江国民哈，议员要投给江国民了哈，谢谢，感谢哈，你好，国民江国民哈，希望用社区运作的力量呢，来炸力咱的议会来对，大姐你好，谢谢哈，来向咱的市政府提出咱在地问题伫倒位，提出改变问题的所在，希望各位乡亲、各位士大嘞，和咱在地的亲人，你来市议会的机会吼，啊，佮咱即摆来改变问题吼，来对症下药吼，对症下药吼。例如讲，即摆少子化嘞，有啥物咩产生少子化？即摆政府嘞，就来讲啊，补助你生一个补助偌济，啊一个月佫补助偌济，啊，毋过真真正正要改变少子化。除了这个补助爱补助以外，头前的问题嘛爱改变。大姐谢谢哈。例如讲，因为关注者太少型，咱会少子化。例如，咱的家庭太少型，咱会少子化。大方变老歹，囡仔就袂生，较歹生。谢谢，感谢大姐，谢谢哈。希望谢谢，感谢，谢谢大哥，谢谢。希望咱得要对症下药吼，对症下药，改变这个问题，才会当改变咱的少子化的问题。谢谢，感谢，谢谢啊哈，谢谢。国民江国民哈 ，Hello， 谢谢，拜拜，谢谢你，感谢哈，谢谢。
谢谢，谢谢大哥，感谢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哈，谢谢，感谢国民江国民哈，国民江国民呢，各咱的好朋友，咱的屏东江屏东，屏东区的屏东江屏东，啊，各咱中西区北区的，谢谢，感谢哈，中西区北区的民众江民众的，咱三个三江哈，三江的，直接来向大家宣传，来向大家来努力来拍拼。谢谢感谢，咱无足多爱本钱，阿哥，咱有足侪卡，六支卡徛伫遮，来向大家来宣传。谢谢感谢，你好，谢谢吼，国民江国民吼，国民江国民，必然投给江国民。统一速达股份有限公司宅急便，谢谢你，感谢你，辛苦了，大哥你好哈，国民江国民吼，谢谢感谢。Hello， 你好，国民江国民，伫遮向大家来宣传，希望各位乡亲，各位士大，会当做开来改变。这回来做进步，谢谢大哥你好。就咱在地的声音，用咱亲人的力量，砸入市议会内底，这回来改进咱今麦大环境。谢谢，感谢，感谢。咱亲人的议题咧，譬如讲，咱今麦大环境内摆，套路摆锤，心理摆整，免来改变。希望就咱问题砸入市议会内底，这回来引进，免来改管。啊，各位咱亲属的问题，譬如讲今麦小组化，今麦小组化。要来解决，就要解决头前的问题，因为少子化咧，是因为足侪问题才会产生。例如来讲，头前个管处的问题，啊，个家庭的问题，啊，真真正正要解决少子化咧，就要先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了，才当来解决。谢谢，感谢大哥，谢谢，感谢。所以咱得要对症下药，真真正正找出问题根本在倒，才有法度来改变。当然啦，少子化即卖有补助，嘛是要继续做，因为只要补助有咧交。有咧做诶，咱快当减轻咱金家头诶压力。谢谢啊，感谢，谢谢，感谢哦吼，谢谢。你好，国民江国民吼，国民江国民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，感谢哦吼，国民江国民，哎，你好，谢谢哈，谢谢，感谢吼，谢谢，感谢。国民江国民，头前有车吼，头前有车，爱说你吼，说你前面有车车，前面有车车，前面看帅哥也要注意后面的车车。谢谢，感谢。谢谢大哥你好哈，这里哈超级五车要出来哦哈，谢谢感谢，你好国民江国民哈，国民哥哥跟你问声好，谢谢感谢哈，你好国民江国民哈，国民江国民哈，家人的好朋友平冲江平冲阿都，来呢，中西区北区的民众江民众哈，咱做伙伫遮来向大家来宣传，来向大家来介绍咱的力量，谢谢感谢，希望各位乡亲各位士大。大哥开麦等哦，辛苦啊吼！大哥，谢谢你，感谢哈，谢谢国民江国民吼，谢谢议员投给江国民哦，大姐好，谢谢哈，议员爱投给江国民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，感谢你吼，谢谢。啊，今麦呢，咱三江吼，咱国民啊吼，啊做阿聪啊，甲咱民众啊吼，伫遮来向大家来介绍家己，啊哥来宣传，谢谢哈，谢谢，笑眯眯又眯笑，国民有感受，谢谢，感谢。谢谢感谢哈，国民江国民哈，谢谢哈，我咱在地 ，Hello， 你好，谢谢感谢哈，你也敢辛苦我看到啊，谢谢感谢，感谢哈，谢谢，嗨，大哥你好哈，哇，你也敢辛苦我看到啊，谢谢哈，有看到，谢谢感谢哈，用一个眼神也可以看出来的支持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，国民江国民，大姐你好，谢谢感谢哈。各位阿弟家咧，向大家来宣传，向大家来介绍咱家的力量。国民阿咧，不是正二代，嘛不是富二代，咱一步一脚印，行伫咱的社区内底，来看见咱社区有啥物问题需要解决，咱的社区有啥物的声音，希望让咱在地的青年一道聚会，一来是聚会的机会，就咱在地的声音，谢谢谢谢，就咱市，就咱社区的问题，早起来是聚会内底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哈。早起来市议会来对，找出问题根本伫倒位，咱过来好好啦解决咱在地问题。谢谢，感谢哈，谢谢。咱无白听我讲，无开大钱，无博哦，一步一脚印，希望会当改变咱即卖政治环境，啊，佮政治心态，咱就对亲戚的散步开始，互咱在地青年找机会，互咱谢谢大哥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哈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，点点头，我们感动在心头，谢谢，感谢。谢谢，感谢。希望予咱在地的青年一道发声的机会，予咱在地的青年一道拼冲的机会。谢谢，感谢。谢谢，感谢。哦，谢谢哦，吼，谢谢，感谢。谢谢。
感谢国民江国民、国民江国民吼，啊，个咱的好朋友，永康区的陈专林、屏中江屏中，啊，个咱中西区北区的民众江民众诶，今仔日咱三江吼、三江，伫咱的街头遮来宣讲、来演讲，向希望各位乡亲、各位时段，给咱咱三道机会，你来取一回机会，一道你来改变大环境的机会。大哥你好，谢谢，感谢，挥挥手，我们感动在心头，谢谢，感谢，感谢。还有 IS250 畅通，越来越少见的车，现在二手价又72万，谢谢，感谢，感谢你，谢谢，感谢国民江国民哦，国民江国民，谢谢哈，谢谢，感谢哈，啊，开卡办的，开卡办的哦，哈，谢谢。咱这摆，摕出足大的勇气来参选咱家的市员，咱家嘞，咱三江嘞，咱国民安嘞，无放天花卡，无开大钱，无包哦，来一张清气的选举，希望会当加入咱一步一开，今日咱的社区内底，谢谢你，感谢，点点头，我们也感动在心头，谢谢。你好，国民江国民吼，国民江国民嘞。谢谢，感谢你啊吼！那希望让爱改变咱今麦政治环境，咱就对大哥你好，谢谢感谢吼，点点头，我们感动在心头。好，开下班嘞吼，大哥谢谢哈。咱希望一步一开，今日咱的社区内底来行一场清气的选举，咱就对清气的选举来开始来改变咱今麦政治环境、政治形态。谢谢，感谢，谢谢温江大爱辛苦啊！哦，谢谢，感谢哈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温江大爱，谢谢哈，谢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挥挥手，我们感动在心头，谢谢，感谢，大哥好，谢谢，感谢哈，谢谢，谢谢国民江国民哈，阿哥我们的屏中江屏中永康区的朋友们，屏中江屏中，还有我们中西区北区的朋友们，有我们的民中江民中哎，我们今天三江三江三江哎，在咱的街头家来向大家来宣传咱的理念，来讲咱的故事，希望各位乡亲、各位士大，和咱的青年一道机会，和咱的青年你来取一回机会，咱来社会来改变咱的大环境，辛苦啊哈，大哥谢谢啊。谢谢，感谢 ，Hello， 你好，大哥你好，谢谢，感谢，国民江国民哦，谢谢，感谢，国民江国民哦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，感谢哈，感谢，谢谢 ，Hello， 下课了哈，谢谢文化国小的朋友，大哥你好，国民江国民哦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，谢谢，你好，国民江国民哦，大哥你好，国民江国民，一人投给江国民，谢谢，感谢。辛苦啊吼，大哥你好，辛苦啊吼，一人投给江国民，谢谢哈，你好，谢谢，国民江国民，谢谢哈，谢谢，感谢啊，感谢我们的8916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哈，谢谢，感谢啊，哦，跟我们品中一样的人否，谢谢，感谢，你好，国民江国民，谢谢啊哈，哎呀，小妹妹好可爱，又跟我们品中一样的，谢谢，感谢啊哈，咱品中好。谢谢，感谢，国民江国民，不是正二代，也不是富，哎，你好你好，谢谢哈，谢谢，感谢啊，挥挥手，我们感动在心头，感谢你，谢谢，感谢，比个道业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，咱不是正二代，也不是富二代，咱一步一脚印，今日咱的社区内底，希望咧，就咱社区，哎，谢谢，感谢哈，就咱社区内底声音们，炸力来，起回来的，咱这回来改变，这回来改变，咱就卖正比环境。政治文化，咱就从清气的选举开始。大哥，谢谢，大哥，谢谢哈。咱就从清气的选举开始，咱无白条仔卡，无开大钱，无挂哦，一步一脚印来宣传咱的理念。大姐，谢谢啊哈，谢谢。希望将咱的声音炸裂起一回，可能的社会，哎，谢谢，感谢。将咱的市政府来提出，谢谢哈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帅哥美女9613，谢谢，感谢。谢谢，小心哦！谢你，谢你，喝卡在有激动哦！谢谢哈、啊，感谢哈、啊，大哥，谢谢哈、啊，我们都是地分力男哦！谢谢，感谢，哎，你好，谢谢，感谢哈、哦。就咱社区的声音呢，炸裂来移回来，对，向咱的市政府来提出，真真正正找出咱问题伫倒位，问题根本伫倒位，来做回来改变，做回来改变咱的社区，做回来进步咱的社区。咱就是国民，讲国民，啊，过来永康区的品中，你好，谢谢哈。过来永康区的品中，江品中，啊，过咱中西区，你好，谢谢哈。中西区北区的民中，江民中，今仔日咧下晡咧，同一个青龙咧讨论的时阵咧。啊，讲到民众的名哦，谢谢，感谢。
你好，谢谢哈。讲到地图吼，搁讲到什么哪哪，又看下你哪哪。大姐，谢谢哈，谢谢，感谢哈。谢谢，开下班了哈，前面哦哈，谢谢，感谢。你好，国民张国民，议员投给张国民，谢谢，感谢啊，谢谢哈。谢谢，感谢大哥温江大爱，辛苦啊哈，谢谢，感谢哈，温江大爱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啊，谢谢。哦，温江大爱真正厉害，可能打去加油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啊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你，谢谢各位乡亲，各位士大，大家好，我是国民江国民，今仔在场的咧，各咱的屏聪、江屏聪、林崇区的朋友，哎，谢谢，感谢哈，啊，各位中西区、北区、民工、江民工，今日咧，咱三江三个咧，伫咱的街头遮。不是街仔的街头，是街头的街头。咱伫遮来宣传咱的理念，啊，搁来介绍咱家己。希望各位乡亲、各位士大，予咱在地的青年会当你来持机会的机会，咱做伙来改变，做伙来进步，咱在地。谢谢，感谢哈，谢谢，谢谢。感谢哈，谢谢感谢。咱找问题咧，第一找出问题根本伫倒位，问题的根本在哪？吼，即马来讲来解决这个主吼，华山基金会好，谢谢感谢，谢谢感谢。你好，谢谢，辛苦啊哈，辛苦，谢谢。点点头，我们也感动在心头。比如讲，即马这个主吼，咱即马有一寡补助，咱生一个补助偌济？哎，大哥你好哈，啊，佫有一个月会当补助偌济？这爱做，也会当减轻咱青年的囡仔头的压力。啊，唔过咧，啊，咱解决少子化，咱要找出头前的问题是啥呐？太产生少子化，例如即马关注个，啊，佮有即马青年家薪的问题，太造成咱的少子化。所以咧，咱袂当头疼医头，脚疼医脚，咱要找出根本里头，所以要先解决头前的问题，才当真真正正解决少子化问题。所以咧，对于关注个问题，啊，佮有青年家薪的问题，大环境咧歹问题咧，希望予咱在地的青年，咱三江三江一道聚会，一来持议会机会，找出咱在地的问题伫倒位，做伙来改变。谢谢大哥，你好，谢谢哈，感谢，谢谢，感谢哈，你好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国民江国民哈，国民江国民，谢谢，感谢哈，谢谢哈。国民江国民，谢谢，点点头，我们感动在心头，谢谢，感谢。大哥你好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国民江国民，议员投给江国民，谢谢，感谢您，谢谢。马群妹妹，你好，谢谢。你好，大哥，你好哈。国民江国民，第二波车，我有看到你在念江国民了，谢谢哈，感谢哈。你好，谢谢哈，谢谢，感谢。国民江国民，议员投给江国民，谢谢，感谢。哎，下班辛苦了，谢谢，感谢哈，点点头，大哥你好哈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。你好，国民江国民哈，议员打好江国民，谢谢。你好，你好，谢谢，感谢哈，谢谢。国民江国民，我们都是地方绿男，谢谢，感谢。你好，国民江国民哈，阿哥，来银通的朋友，品聪江品聪，哎，大哥你好哈，谢谢。阿哥，咱中西区北区的朋友，民忠江民忠，大哥你好哈，国民江国民哈，爱记得支持哦哈，谢谢，感谢。哎呦，我看到雨涵姐了哈，雨涵姐你好，谢谢。民进党评委强力推荐翁雨涵哦，看到了，谢谢，感谢哈。你好，国民江国民哈，谢谢，感谢哈，谢谢。你好，国民江国民，谢谢哈。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，谢谢，感谢你，谢谢，感谢，感谢，谢谢。今天咱在场，咱三个青年呢，希望会当智慧来议会内底，做咱在地问题。谢谢你好哈，谢谢，做咱在地问题嘞。到你来议会内底，啊，找出解决的方式是啥物？人你讲的，要做啥物代志，要找啥物代志来斗相，第一找专业的。所以咧，咱个人那种各自的专业，啊，就有希望咱动专业了，会当找出每一个领域内底不同的专业来做伙来研究，要来解决咱在地的问题。谢谢，感谢哈，谢谢。谢谢，感谢。啊，国民呢，嘛希望会当对，谢谢，感谢哈。嘛希望会当对文化来改变，用文化来做品，和咱在地的青年，和咱实在咱在地的故事，咱领地有啥物故事，咱规定有啥物故事。希望各位乡亲、各位士大呢，来做伙来支持咱在。哎呦，哎呦，谢谢谢谢，咱的姐啊来啊，谢谢咱阿姐啊，谢谢感谢哈。肥肥姐，谢谢感谢。谢谢，感谢，谢谢哈，谢谢哇！我们三一二重机大哥，谢谢，感谢，
谢谢，头前有车，谢你哦吼。阿嬷，谢你哦吼，好，谢你哈，看到，谢谢哦，小心了吼，前面有车吼，前面有车，谢谢哈，谢谢。谢谢哈，小霸王帅哦吼，谢谢，感谢哈。谢谢啊，谢你头前有车吼，前面有帅哥，前面有车车，谢谢，感谢。好，谢谢，感谢哈，各位乡亲，各位亲，谢谢。谢谢，感谢哈，国民刚国民，谢谢，感谢哈，谢谢，感谢。天天头，我们也感动在心头。今天是星期二，再四天就放假了，再四天就放假了。想一想，我们这么可怜，还要在路边，所以这个这样子，嘿，谢谢，感谢哈，就会有心安，比较爽快一点的啦，对不对？谢谢哈，但是也要记得支持我们台湾民众党，民众党的参选人，今天胡雄的，谢谢感谢，今天胡雄的单边有三个的卡里加，所以呢，一半的人就站在这边了，谢谢，来各位乡亲来拜托，谢谢感谢。谢谢哈，挥挥手，感动在心中。哎呦，谢你头前有车吼，谢谢哦吼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感谢哈，谢谢啊，前面有车哦吼，谢你哦吼，谢你，感谢哈，感谢啊，谢谢。谢谢，感谢哈，国民江国民哦，国民江国民呢，在地的个人的好朋友，永康区的平聪江平聪，啊，个咱中西区北区的民聪江民聪，今日三江三江的，是这样，大哥，谢谢哈，谢谢哈，谢谢我们的七六八大哥，谢谢啊哈，谢谢你，哈，苦下班的哈，这边有帅哥，前面有车车，行车要小心，谢谢，感谢，你好，谢谢哈，感谢。谢谢，感谢哈、哦，国民江国民呢，希望各位乡亲、各位时代、各位好朋友啊，就咱在地的青年，这会上台起飞，就咱在地的青年来发达。哎，你好，谢谢，感谢大哥，谢谢您，谢谢，谢谢大姐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大姐，谢谢，点点头，我们感动也在心头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您，谢谢，跟我们平胸一样的车车。哎、欸，阿姊你好哈，谢谢哦，徛完的哈，谢谢哈，阿谢你头前哦，谢你边仔叫我车，谢谢感谢哈、哦，谢谢大哥你好，行车平安，大哥好，谢谢，行车顺利哈、哦，平安快乐，谢谢感谢哈、哦，国民江国民，谢谢你好，国民江国民哦，拉卷你好，谢谢你好，国民江国民哈、哦，一人投给江国民国哎。各位时段，大家好哦，国民江国民好，谢谢哈，谢谢嘞，谢谢，感谢感谢，谢谢哈，国民江国民嘞，国民江国民嘞，各位好朋友，永康区的平聪江平聪，啊，各位中西区北区的，谢谢感谢哈，民众江民众吼，李佳丽李江，街头这边嘞，这回来宣传咱的力量，啊，各位谢谢感谢你哈，谢谢哈，啊，各位希望用大家来宣传家己，来介绍咱的力量。咱这回一步一脚印，对社区来出发。咱这回一步一脚印，走入咱的社区，来扩大、来扩建咱在地有啥物问题。希望各位乡亲、各位时代呢，给咱在地青年的一个机会，将咱在地问题早日来市议会内底，这回来研究，看要来解决，从咱的市政府来提出解决的方式。谢谢，感谢哈。咱一步一脚印走入遮，咱无白。哎，谢谢，咱无白条啊卡，无开大钱，谢谢，感谢。
你好，谢谢副村长，谢谢你好哈，谢谢感谢哈，国民江国民国民江国民啊，请慢一点哦，哦，听完了哈，谢谢，好、哦、谢谢哈，平常呢，咱各位乡亲各位士大呢，咱这回就能在地请人上台指挥，咱无开大钱，无白条花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哈，咱哎谢谢感谢哈。咱这回来改变咱今麦政治文化，啊，佮政治形态，咱就对清气的选举来开始。谢谢大哥，谢谢，感谢哈。国民江国民吼，国民江国民，谢谢，感谢。啊，今仔在场的，佮有咱永康区的好朋友，咱的平聪、江平聪，啊，佮有咱中西区、北区的本地，啊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哈，谢谢，感谢大哥。啊，唔是本地啦，是参选人咱的民众，江民众哦，今仔日咱三江三个拢西江、三江伫遮，来向大家来宣传咱的理念，来向大家来介绍咱家己，希望各位乡亲、各位士大，给咱的亲人一道机会，给咱的亲人你来市议会的机会，咱做伙来拍拼，做伙来改变咱今麦。政治环境，咱就从清气的宣布来开始。谢谢，感谢哈，国民江国民吼，国民江国民，议员投给江国民，谢谢，感谢哈，咱在地的亲人知道机会，谢谢，感谢，你好，谢谢哈，谢谢，感谢，好，谢谢，请慢点哦哈，听完嘞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哈，谢谢，感谢。我、哦、来问江大哥，问江导啊，辛苦啊哈，谢谢，感谢哈，辛苦啊，辛苦啊，你好，谢谢哈，谢谢，感谢。谢谢，感谢哈，谢谢，挥挥手，我们感动也在心头哈、哦。嘿，你好，嘿，大哥你好哈，谢谢，又跟我们品聪一样的啧啧哦，谢谢，感谢，已经看到五六台啊，谢谢，感谢，各位乡亲，各位士大，我是国民，谢谢，感谢，八一声我没有听到，谢谢，感谢，各位乡亲，各位士大，大家好哈、哦，我是国民，江国民，国民江国民哦，在座各位的品聪，江品聪，谢谢，感谢哈，哎，谢谢，拜拜。加班辛苦了哈，谢谢感谢哈，谢谢又一台轮播，谢谢感谢啊哈，谢谢感谢。李贺哈，郭炳刚郭炳大哥好哈，谢谢哈，郭炳刚郭炳哈，一人投给张国明，谢谢感谢，辛苦了，下班辛苦了哈，谢谢感谢，谢谢。郭炳刚郭炳国民江国民哈，谢谢哈，现在天天挥手都不会有五十间哦哈。挥手会把五十间字哈，谢谢感谢哈，你好哈，国民江国民哈，谢谢哈，谢谢感谢你哈，国民江国民，谢谢感谢哦，谢谢，谢谢感谢哈，谢谢。国民呢，不是正二代，也不是富二代，咱一波一卡因家里内社区，咱要来改变咱今麦政治文化，啊，还有政治形态，咱就从清气的选举开始。谢谢感谢，谢谢感谢哈，谢谢我们的零三零零大哥，谢谢哈，谢谢感谢哈，你好，谢谢感谢哦，谢谢哦，一三二八，谢谢感谢，你好哦哈，谢谢感谢，地方嘞来加几张清气的选举，谢谢你，感谢哈，国民大哥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感谢哈，嗨，你好，大家好，谢谢哈，感谢啊，谢谢，谢谢，大哥你好哈，谢谢，对你的感情的看到，我知影你的支持，谢谢，感谢，感谢啊，谢谢，国民江国民哈，国民江国民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感谢哈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哈，希望各位乡亲，各位士大，大哥大姐，咱的好朋友啊，和咱在地的亲人一道机会，和咱在地的亲人你来市议会的机会，咱做伙来改变咱今麦的政治环境，啊，佮咱今麦的政治形态，咱就从清气的选举开始。咱无白条啊卡，无开大钱，无包哦，真真正正，大哥谢谢，感谢，谢谢哈，谢谢，感谢，真真正正来加一场清气的选举，和咱在地的亲人一道的机会。谢谢，感谢 ，Hello， 你好，面子那个帅哥很帅哈，对不对？谢谢哈。哎，大哥你好，谢谢，感谢啊，谢谢哈。哎，大哥你好，谢谢，你好哈，谢谢，感谢哦，小心小心哈，前面有车，这里有帅哥，前面有车车，行车平安要看车，谢谢感谢，你好哈，感谢啊，谢谢国民江国民哈，国民江国民，阿哥咱的好朋友，咱的英空区的陈酸林品聪江品聪，谢谢你，你好，谢谢，我是国民江国民哈，阿哥咱的中西区北区的陈酸林，咱的民众江民众哈，伫遮来向大家来介绍家己，阿哥咱的理念，阿哥宣传，谢谢感谢哈，谢谢，大哥你好，谢谢感谢哈，谢谢。哎，魏江哥，谢谢哈，谢谢，感谢大哥，谢谢，谢谢。闪个灯，我没有看到，我们也感动在心头，谢谢你，感谢啊，魏江哥，谢谢，感谢哈。魏江大哥，谢谢，感谢哈，国民江国民吼，国民江国民吼，给咱
的好朋友在这裡，向大家来宣传，来介绍家己。咱无足侪钱，但过咱有足侪开达，会当一步一开，行伫咱的街头遮。谢谢，嗯，感谢哦。啊，佮咱的喉咙会当做奶操的，对不对？会当一直讲，一直讲，来宣传家己。希望各位乡亲、各位时代，和咱的青年，和咱在地的青年，一道机会，你来取一回机会，做回来改变咱即卖政治文化，啊，佮有政治形态。咱就对清气的选举来开始。大哥你好，请慢一点哦，谢谢。咱无白条啊卡，无白哦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无白条啊卡，无白哦。无开大钱，希望各位乡亲、各位士大，会当加多多，会当多多的介绍咱在地的青年，咱的国民啊，江国民议员、土地江国民，在场的各位林空区的品聪、江品聪，你好，谢谢。啊，各位咱中西区、北区的民聪、江民聪，来今仔日，大家应该是讲，咱最近伊会徛到咱的十一月廿六，谢谢，感谢哈。咱做伙来宣传咱的理念，咱做伙一步一开，来改变咱今麦政治文化啊，甲政治形态，让咱各位乡亲、各位时代，给咱一道机会，给咱一道改变的机会，给咱一道你来起议会的机会，做伙来冲，做伙来拼，谢谢你，感谢，哎，大姐你好，谢谢，感谢哈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点点头，我们感动在心头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，听歌你好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，感谢啊，谢谢，感谢。大哥你好，谢谢哈，谢谢，感谢，超前五车车林，嗨你好，谢谢哈，国民江国民哈，谢谢，感谢，国民江国民，你好啊，感谢你，谢谢，你好，国民江国民哦，听哥你好，大哥好，谢谢啊，国民江国民哈，国民江国民，议员投给江国民哦，这摆提出足大勇气来参选市员，希望各位乡亲各位士大，给咱在地青年一道机会，咱不是富二代，咱嘛不是正二代，咱一步一开。家里人的社区，谢谢，谢谢哈，嗨，你好，谢谢哈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哈，国民江国民哦，谢谢，感谢，国民江国民哈，谢谢，你好哈，谢谢，元富你好，谢谢，感谢哈，谢谢，品聪的车又看到了，谢谢，感谢哈，马武你好，谢谢，你好哈，国民江国民，你好，下班辛苦了，今天星期二，再四天就放假了哈，国民江国民，你好，谢谢。在四天就放假了，我们一起忍耐一下，谢谢你，感谢。今麦大环境两礼拜，希望给咱在地的青年一道改变大环境的机会，给咱的青年来拼看卖、试看卖、冲看卖。轮富你好，又是一台轮富，谢谢，感谢。国民江国民，嗨，你好，嗨，你好，国民江国民哈，谢谢，感谢。国民江国民的，是咱在地。这社区营造已经超过十年的时间了，希望会当借由社区营造的概念，找出在地有啥物问题，提出解决的方法，你来市区内底，向咱的市政府来提出。你好，谢谢哈，谢谢，感谢啊哈，谢谢，行车小心，行车平安，谢谢，感谢哈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，感谢哈，咱。不是富二代，也不是正二代，啊，不过咱从社区基层出发，咱甲一般人拢同款。只是今仔日咱来参选，咱徛伫遮来向大家来宣传咱的理念伫倒位。希望各位乡亲、各位士大，给咱的青年一道机会，给咱做伙同款，拢是人的机会，一道机会。谢谢，感谢。你来取一回，做伙来改变今麦政治环境，做政治心态。咱就从清气的选举开始，咱青年无开大钱，无白条啊卡，无挂乌，一步一开。走出咱自己的路，咱自己的身体的选股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，谢谢，下班辛苦了，下班辛苦了，谢谢，感谢哈，下班辛苦了，下班辛苦了，辛苦了哈，谢谢，国民江国民哈，国民江国民，谢谢，感谢，国民江国民大哥你好，谢谢哈，感谢你，小心前面有车哈，谢谢，感谢，大哥你好，谢谢，感谢。国民江国民吼，国民江国民吼，国民江国民，这里吼，这里有帅哥，前面有车车，行车平安，要看车，谢谢，感谢你哦，谢谢感谢，哦，三四五七大哥，谢谢感谢哈，国民江国民，谢谢，厉害哈，国民江国民哈，谢谢感谢你，谢谢大哥厉害哈，国民江国民，谢谢，感谢大哥，谢谢谢谢感谢。谢谢，下班辛苦了哈，行车平安，谢谢哈，感谢，国民江国民哈，谢谢感谢，大哥你好，八九七五大哥谢谢哈，很好谢谢，
行车平安，行车平安，谢谢，感谢哈、哦，国民江国民哈、哦，国民江国民，谢谢，感谢哈、哦，谢谢你好，谢谢。国民江国民呢，阿哥咱的好朋友，平冲江平冲，咱永康区的平冲江平冲，阿哥中西区北区的民众江民众，咱三个呢拢是咱在地台南在地青年，非常加油，咱的青年的力量，青年的思想，做咱在地的问题，向咱的市政府来提出，所以希望各位乡亲、各位士大、大哥大姐，和咱一道聚会，做咱在地声音、在地问题，你来市府内底，向咱的市政府来提出，做伙来改变。政府来解决咱的问题伫倒位，希望各位乡亲、各位士大，和咱在地的青年取到机会。咱无白条啊卡，无包哦，无开大钱，来一场清气的选举，政府来改变咱的政治文化、甲政治心态。大哥你好，谢谢，感谢。你好，谢谢。政府来改变咱的政治心态、甲政治文化，咱就从清气的选举开始。谢谢，国民江国民，谢谢，感谢你，谢谢。各民江各民，谢谢，感谢哈，谢谢。点点头，我们也感动在心头。谢谢，感谢国民江国民哈，国民江国民，国民江国民，议员投给江国民。今日咱三江吼，三江咱三个拢是江，永康区的江品聪，中西区北区的江民忠，咱三个伫遮，向大家来宣传，向大家来介绍那个局。大哥你好，谢谢，感谢哦，谢谢。你好，谢谢哈，谢谢。点点头，我们感动也在心头。你好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，感谢。拉下口罩，说声嗨，我也有看到，谢谢，感谢。甘强，谢谢。你好，谢谢，感谢哈。加油，加油，我们都加油，谢谢，感谢。国民江国民了哈，大哥你好哈，谢谢，感谢。哎、欸，你好，国民江国民哈，国民江国民的，知道嘛是同款，提出足大的勇气嘞，来参选咱这市员，咱无白条卡。无开大钱，无包哦，来一场清气的选举，做伙来改变咱的政治环境、政治心态。谢谢，感谢国民江国民哦，谢谢，感谢。你好，国民江国民哦，谢谢，感谢。你好，国民江国民哦，谢谢。你好，谢谢国民江国民。下班辛苦了，下班辛苦了，在四天就放假了，谢谢，又是轮播，你好，谢谢，感谢。你好，嗨，你好，下课了哈，谢谢哈，拜拜。你好，谢谢哈，国民江国民哈，谢谢感谢，你好哈，谢谢，吴芬大辛苦了哈，谢谢感谢哈，谢谢，国民江国民，甲咱的好朋友平冲江平冲，永康区的平冲江平冲，啊，甲咱的民众江民众，中西区北区的民众江民众，咱三个三江一派来代表民众党来参选台南市的市员。民众党诶，伫台南市十六个参选人员尔，咱遮着占三个一半，所以咧，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，所以咧，互咱在地的青年，谢谢感谢哈，也给咱民众党参选人一道机会，你来市议会改变政治文化、政治心态机会，咱就从清气的选举来开始，咱无白条啊卡，无开大钱，大哥谢谢哈。无白条啊卡，无开大钱，无包哦。文章大爱辛苦啊哈，谢谢感谢，谢谢谢谢感谢哈，谢谢。咱一波一开，谢谢你好，谢谢哈，你好谢谢。大哥你好，谢谢感谢，谢谢你好，谢谢哈。国民江国民哈，一人投给江国民哈，江国民。谢谢感谢哈，来一波一开，今日咱的社区找出咱社区的问题伫倒位，咱的议会内底就咱在地的问题，啊，佮有声音，摕来议会内底找出解决的方式，向咱的市政府来提出。谢谢感谢，你好，谢谢感谢，大家好，谢谢，点点头，我们也感动在心头。Hello， 你好，国民江国民向你问声好，谢谢感谢。李鹤涵，你好，国民江国民跟你问声好，在四天就放假了，下班辛苦了，谢谢感谢哈，谢谢，小心有车啊哈，谢谢感谢哈，国民江国民的，无开大钱，无白条啊卡，无刮哦，来一场清气的选举，这回来改变，蓝金嘛，葵飞姐好，葵飞姐好，谢谢感谢你，看到你的时候，我整个人都嗨了，谢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蓝葵飞姐的支持，感谢蓝葵飞姐，谢谢感谢。谢谢各位乡亲、各位士大、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台湾民众党指导台南嘿台南市的陈三林，咱
谢谢，感谢，我是国民，江国民，啊，个咱永康区的朋友，咱的平昌，江平昌，啊，个咱中西区、北区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，军父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。中西区、北区的民众，江民众，这摆提出足大勇气来参选咱的市议员，希望各位乡亲、各位时段，给咱在地的青年一道机会，给咱在地的青年一道改变的机会，改变咱的大环境，改变咱的政治环境和政治心态。谢谢，感谢大哥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，感谢，好。希望会当将咱在地的问题，早日来市议会内底，咱在地的声音，早日来市议会内底，找出解决的方式。谢谢，感谢哈、哦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，感谢哈。咱、哦、请教，咱专业，各行各业的专业来提出解决的方式。从咱的，谢谢哈、哦，解决的方式呢，从咱的市政府来提出，政府来改变咱在地的问题点。谢谢，感谢吼！希望各位乡亲、各位时段，给咱在地青年的平安机会，咱无开单钱，无抹黑。谢谢，感谢。那无白条卡，咱来一场清气的宣布。人你讲的，要改变即卖政治文化、甲政治心态，就要从清气的宣布开始。希望各位乡亲、各位时段，给咱三个青年的青年，直到你来市议会的机会。谢谢，感谢，我是国民，江国民，啊，各位咱永康区的平昌，江平昌，咱中西区、北区的民众，江民众，谢谢，感谢你，大哥，谢谢你，感谢吼，点点头，我们感动在心头，谢谢，感谢，林一哥的哥哥你好，谢谢，感谢吼，大哥你好啊，我看到，谢谢吼，谢谢，感谢，你好，国民，江国民，谢谢，感谢你，谢谢，各位乡亲，各位时代，各位兄哥，各位。阿姊，大家好吼！我是国民，江国民哦。这摆也是同款，提出足大的勇气嘞，来参选咱这摆市议员。咱无白条卡，无白哦。大哥你好，谢谢，感谢哦，辛苦啊吼！无白条卡，无白哦，无开挂机。大哥你好，谢谢，感谢哦。咱来行一场清气的山路，大哥谢谢你。安尼讲的，要改变即摆政治环境甲政治心态哦，就从清气的山路开始。谢谢你哦，哈，谢谢，感谢。谢谢，感谢哈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。咱在地三个青年呢，希望会当做伙来冲，做伙来拼，做伙来一场清气的选举，笑眯眯，眯眯笑，开飞车。感谢你，谢谢，感谢大哥好，谢谢哈，感谢，谢谢哈，谢谢，感谢各位乡亲，谢谢，下班辛苦了哈，下班辛苦，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温江导，谢谢哈，谢谢，感谢哈，感谢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也到六点了，等一下我们还要开个会，希望咧各位乡亲、各位时段，气温较好的时阵哦，气温较好的时阵，也来啊，迎空江品聪，脸书搜寻江品聪旁边的开幕茶会，谢谢，感谢哈，到时候会有神秘嘉宾来到，大哥谢谢您，8866大哥谢谢哈，感谢，谢谢感谢，感谢我们清纯可爱又帅气的大学生，谢谢感谢。那也要感谢我们的葵飞姐，感谢。